thank you Honda Accord Penang install the just plug and play the Android box. Okay, 放心，没有拍到你样子。这是 Android box， 这是 Android box， just plug into the USB. Okay, you can use the everything like the Facebook, Home.如果你按这个 button， 你可以去回 home 咯，一样咯。然后你可以去回 YouTube。History， 这个应该是你的 YouTube 来的了。嗯。你的 account 吗？你听的歌来的。对。这就是你听的歌来的。嗯那我随便开个 MTV 先啊。嗯。Blackpink， 那最流行就是它。对最近这一代就是他最红了。很红了。如果现在还有人不认识他，就那个人真的很傲了，真的很傲了的。有谁不认识你噻？现在回家睡觉了。可以这样讲对不对？嗯，对。不认识你噻，你好歹因为我没有看戏，可是至少我都懂他。你就懂他是吧？实际上 can play the YouTube anything， 然后 Netflix 可以选了一样哦。按这个，然后我们选去 Advanced 1080，等一下啊。Quality 我们 Advanced， 我们选的怎么 touch 不到 Advanced 的？来点 Quality Advanced， OK， 我选1080，然后现在1080哦，轻很多了。OK， 你踩 break 一下，然后你里面是不是没有 disturb？Okay， 一样的，加速它就会播了。你看我放低啊，你踩着 break 啊 ，D 是吗？现在啊，你驾驶是 D 来的 ，D 还是在 record， 驾驶还是在播着。那你回家的路上没这么闷了、啊、？OK， 然后啊、一样啊，按这个，你可以开这个 new screen 啊，你可以一边开 Facebook 还是一边开 Waze、啊、都可以 ，You can Waze。我等下就这样回家。啊，等下就这样回家。这里放我 set 边边。OK。这个我放下先。对。这个开去你的 Waze 哦。但是这个就是那个 Waze 来的。